中山社大的，中山社大一个男生就是，现在已经升班长，他大概齐名大概在，他我现在重点不是我讲的重点是在这边，他大概四期而已，跟我上四期。他为什么？他就是只练基本功就对了。我一直强调是这个，每次教他压和弦，然后做一些东西，对不对？那不是挨着不和弦压和弦，还有节奏大一大一点。他上来之后，别的同学对不对，都一直想要弹这种表现歌曲嘛，对不对？每个同学都想要弹歌曲，他就是不弹，他就是弹一些基本的东西。那时候我都觉得人家会觉得，哎，怎么这么差的，只会弹这个，人家会觉得好像是那个。但是我一直鼓励他，我说你这样学习方法是对的。你看，果然你现在看到他今天啊，终于开始抛了一首歌曲，抛了一首叫什么？这个 Amazing Grace， 哇，弹得很稳啊，那个简直是那个触键什么都很好，所以基本功是一定要好好练，同学不要急着那个。不要急着弹歌曲，你把那和弦压好，然后这些触电就会好。所以我今天再抛个，等一下回去剪一下，剪个片子给你们看一下。你们可以当做这个，等于说我这讲的话是不错的，实在的，所以不要急着弹。我们现在哈，我要特别介绍一下这个，我要特别强调介绍一个小屋啊。小吴，我第一次看他弹歌曲啊，所以我要特别介绍一下。大家先看看他弹的好不好。再看他弹啊，因为我记得小吴大师他实体班也有上，就是在这个目前在好像中山社大，他每次上来弹的时候，他大概弹琴这个琴龄大概应该四期有了吧，四期表示四个学期嘛。我记得他上来弹的时候，他每次都为什么今天要介绍他？因为他只弹基本功的，他就基本功，他从来不弹歌曲。我为什么他今天是我第一次看他弹这个弹歌曲就对了，你知道？那表示他每次上台弹，他每次弹的时候都是基本功，就是什么认真一、认真二、认真三、认真四这些弹，从来不弹歌曲。那我看别的同学上来弹都喜欢弹歌曲，他从来不弹，可能觉得我觉得他好像别人可能认为他这个不行，对不对？好像是好像不行的，不会弹歌曲就不行的意思。但是我了解，因为他这样弹是对的，要坚持的，一直不弹，那可能别人还会心里面会觉得你好像不太行的样子的，这样子。那我一直鼓励他，我说你这样走的路是对的，就是不需要开始一直弹琴，开始就弹的话就糟糕掉了，因为你这和弦不熟，指型也不熟，你下的手型啊，像我常常在别的地方看啊，老师你要赶快介绍一首歌曲啊。那个什么就叫我弹，再介绍，就拼命弹歌，想要学歌曲。可是像他这样
那他弹的，我一看他手指，对不对？我就知道完蛋了。你再学一百首，你还是这个样子，因为你的基本功你没好好练。那手啊，手右手几乎没有和弦，左手是有的，右手没有和弦，弹的就凭他自己高兴，怎么又怎么按，那没有用的，知道？所以这个观念很重要的。所以他每次上来只弹一个基本功的这些东西啊，和弦。你看他再看看他再看他弹，你看他的手现在都已经了。他的手上你看都是，啊，不知道怎么搞的，突然这个再看一遍，他这个有的时候，不过看他现在传输的还蛮正常的，每秒有4100个 bit 那个反正那个传输单位，再看一遍。看到他弹歌曲就对了。等于说是把他那个基本把它打好了，后面的话观念正确，和弦正确，对吧？所以我常常讲这个学东西要，你要方法要对，观念正确，后面就比较快了。那有些你就观念不正确的话，方法不对的话，后面弹个再弹个十年还是这个样子啊。所以小吴大概现在已经红了呀。好，我们再看。